不是教练哦，那你表演一下啊。我不行。你不行啊，这么年轻怎么不行？当然要行。你看好了。以前有做过啊。要教我们一下，教我们一下怎么弄啊。我没有用过，教一下，教一下看看。我第一次。你也第一次啊？真的哦。新闻坑啊。哦，这个会不会用？我们刚刚有过。哦，这个是训练哪个部位？它上面不是牌子有写吗？有啊，它是这边。哦，肌肉是吧？对。对啊。妹妹好玩吗？还不错啊。有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蛮喘的。蛮喘的是吧？蛮累的。哎，平常切运动。对。啊，多运动。太胖了。太胖了？不会吧？大哥，你骑多久了？啊。骑多久了？跳瓦古啊？差不多。两分。你咋问啊？在你咖啡室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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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会酸未？未酸哦。这叫啥？交叉训练，多功能交叉训练。这重量偌重，无吃着着。哎，敢那边仔有迄个刻度嘛？看你扭，无扭到倒位就是几起着啦。哎呀，边仔有迄个刻度啦。高起了。高起了，这是加几起了的？这几起了的？2.5，这边2.5了，高起了就对了。啊，这只不是讲直压就对了。1.0肩膀的对吧？肩膀就是你肩膀啊，一个什么肌啊，几头肌啊？你也是用手的，
这种较保险。哎，设立滑坡。哎，停止就停下来，有没有？滑就往下走。他上去小心。哎，往上踩。哎，阿卡西达，你的动卡下卡里达，哎，阿往卡起来你丢。阿你打是最近六点啊，阿你六点，哦，阿你要继续打。上下，一下一下一下，哎，阿你要开始按绿色过。这个主要是训练脚力的，对对对。哇，你发的次数越大，表示你发的力气越大，越有成绩。啊，这个肩膀没给我打开筋。怕你的困难了，不要紧。有问题可以请教他们那个这一楼层的他们营运人员，你问他，他们比较清楚。是热心，我是热爱基隆，我是热爱基隆。赞。这是在训练什么？训练腹部啊。啊，腹部是手在出力啊。啊。用腹肌的力量。前面你踩了几斤的啦？上面不是表，那个是几斤的？那个不是哦。不晓得那个数字在这里，应该是你踩的那个高米数吧？啊，踩的好累。累的话休息一下，好。跑的效果比较好，是吧？累了吗？不会，还好，没有跟我挥挥手笑一下。哎，上喽。